哇哦，有事吗？这是遥控器吗？什么？用在他身上？我不懂哎。等等，这东西超好玩的，希望他要带衣服来换。不不，耶！快点，拜托！我想在这里营造一种折中的氛围。听到了吗？走吧，这是我哥 Alex 打电动的地方，打个招呼吧。他有点忙，有点礼貌嘛。我知道怎么引起他注意了。暂停。没办法了吧？那不如顺便玩一下吧。没错，你很爱这椅子对吧？那就永远坐在上面吧。好了，应该够了。完全不能动呢。这游戏怎么玩啊？好无聊哦。我们去兜风吧。坐稳了。哇哦！我的东西。刚刚没有控制好。回到正轨了，就像在你游戏中的一样耶，老哥。然后他就一直转，你一直转。没事吧？你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会没事的。呜呼！耶！喜欢我家客厅吗？是我不小心的，我发誓。糟糕！好了，真是好险。不管了，我们走吧。你们两个小鬼在干什么啊？我们家厨房是不是很可爱啊？把你哥解开了，放开他，有办法了，按下去喽。这个选项好多了，妈，这个可以借我一下吗？拿好了，这一定超经典的，开始吧。耶！哇！面粉炸弹啊！什么？怎么搞的？实在有够赞的 ！Alex 应该也受够了。你可以继续玩游戏了。Penny！ 哇！哈 ？Alex 在这边干嘛？老兄，你看不到我在拍片吗？怎样？我在直播哎，你看，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哇哦，你确定吗？我们刚才讲到哪？亮粉，节奏都被他毁了啦！我知道怎么报复了。嘘，小心哦，他进去了吗？嘟嘟嘟嘟，哦，好舒服哦。Oh yeah， 宝贝，你让我疯狂。该进去了，只剩现在，快点。前半重要是拿遥控器。什么声音啊？哦，算了，他完全不知道呢。来了。Alex， 滚水了。你怎么？啊，真是始料未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的计划还没落空。现在看你怎么洗，还喜欢吧？哇，我要滑倒了！你是开玩笑吗？剧本肯定不是这么写的。哦，天哪，全身都湿透了，别再录了啦！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，Benny。你在干嘛 ，Penny？ 能多一也太大口了吧？还喝汽水？我刚运动完哎。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我的老天爷啊 ，Penny！ 你要吗？不必了。来练一下核心吧。他在这里做什么啊？糟糕，是我不好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！你说什么？
我做的是地板运动啊。要再做棒式吗？哇哦！或许我该试试别的动作。我需要时间想一想。我能按吗？啊，不 ，Penny， 不用啊。这样你的腹肌就可以好好锻炼了，肌肉很强哦。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了，闻起来很香，对吧？差点忘了这个，按了，正中红心啊！我猜今天不能减肥了 ，Penny。你就承认这实在超好笑的嘛！我先走了。哇哦，蓝起司闻起来真的好香哦！你是认真的吗？敢挑战我全部吃掉吗？我接受挑战。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开动喽！连鼻子都没用，恶心死了。Hello， 我的起司，好好吃啊！我快受不了了。我真的很开心，你实在很爱演呢 ，Alex。明明这就是世界上最棒的起司，好大一口哦！这还差不多，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，没错。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啊 ？Alex， 把那东西拿开了！你不喜欢蓝起司的味道是吧？那今天算你倒霉。我们走着瞧，我要吃了。啊！哦不 ！Oh yeah！ 暂停。首先要把这些东西给丢了，有毒废弃物，借过一下哦。这东西最好离我远一点，恶心死了。接下来是好玩的部分。没错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吧？派对开始了，好吗？我最喜欢这个游戏了。Hello， 乐高积木。好多块小积木哦。这个可以让我们的游戏升级。我准备好了。来取消暂停吧。你的起司还要吗？也要就过来拿吧。我应该走得过去吧。不过肯定很困难。还好我比 Alex 聪明多了。没东西可以伤害我的。因为我穿了超厚的球鞋，已经快到一半了。那个臭起司是我的了，宝贝，什么都阻止不了我的。看吧，看吧，我成功了。嘿，你走开了，小老鼠！不，不要！Alex， 你还在吗 ？Penny， 你跑哪儿去了？抱歉，快好了，只要穿上鞋子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化妆化太久了，快好了！我没事的。你看起来不错 ，Cheryl。哇哦，好了，可以走了。Alex 在干嘛？他们在调情吗？我没时间了啦。我好了。Hey， 可以走了吗？我们马上就好。什么？你不介意等一下吧？不，好多了。我们进行到哪了？下次你或许该快点准备好啊！别灰心哦。真是我生命中最完美的一天啊！他的嘴唇好软哦。Penny， 我完全忘了这档事。也忘了遥控器放哪？什么？我真的好爱你哦 ，Cheryl。我们去度蜜月吧。可以帮我拿这个吗？他的鼻子像你呢 ，Alex。他真完美。给你。你灰尘真多呢。该休息了。我们坐下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这个，你相信吗？都过了那么多年了，姑且一试吧。嘿，我可以动了，终于！遥控器给我，换你们了。
你们两位，我真的是听够了。再见了。你会希望按下一个按钮就可以暂停一个人吗？你会用在谁的身上呢？别忘了和朋友分享影片，让大家都笑开怀。看过这些吗？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任何影片。